其实我是第一次来洛阳，我自己对于历史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所以借着这次机会，想来洛阳感受一下中国的历史。历史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你可能现在踩的这个地方就是几千年前之前的朝代的人踩的那个地方。西三代地基皆起于河洛之间，洛阳是中华文明最早的一个地方。而且是中华文化最灿烂的一个地方。历史其实是有温度的，最早的中国也是有温度的。我们在慢慢的去探寻最早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但其实最早的中国永远没有定格。